老师，我要进去看看。嗯。哦哦，进得去吗？最近是晚长的9岁生日，然后这次呢，特地跟 Socus 做了一集，就是他们说4月份寿星，我们就来看看他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吧。以前有一个呢，是他被摸尾椎就会生气。抓到你！哎呦，咬我！他其实应该还是会，一摸就像被电到。再摸一次，跑走。你要去哪里？跟踪他一下。你跑来这边干嘛？借我摸一下你屁屁，摸尾椎。你看，我摸这边的时候，他就是会有点比较敏感。不行，不给摸。晚上还是对那个。屁屁那边很敏感，虽然晚常他会不喜欢摸屁屁的人，但是他喜欢摸下巴，他还跟以前一样、啊，爱摸然后又怕被摸。摸那边，摸下巴，我摸你下巴，不要。你现在很看心情是不是？心情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晚常现在很看心情被摸。那我坐在这里，他就看我的脚走。你看他刚刚来找我，这时候就给摸了，都要自己来找我才给摸。然后以前有训练过那个抱抱训练，我从今天开始训练抱抱，先抱5秒。现在偶尔晚餐还是会像刚刚一样到那个电脑前面找我，但抱抱就试试看。我们来抱抱。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抱抱啦，只是他不一定都会来找我。我都会这样子吸他。你看他已经可以给我抱比较久一点点。嗯，我还是会这样抱。嗯，上去。你自己来找我啊。嗯，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他喜欢找飘飘讨摸，他一直讨摸。对啊，整天都在讨摸。不然你现在叫他看看好了。晚长，你不要下来，下来。晚长，懒得是三角。那你摸三角好了。晚长可能在上面不想下来吧。今天晚上下午，我现在有点想睡觉，不然等一下晚上再看看他会不会去找飘飘。你怎么突然吵架？你们吵架，老人不爽啊！那你不要碰起来了，为了一碗饭这样吵架好吗？Socus 要满14岁生日了，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会来看看，就是他跟以前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以前很喜欢开抽屉。我们之前有看过他有开起来过的画面啊，只是没有拍到现行犯，就拍到那个他翻完抽屉的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啊会放到抽屉里面，然后看他会不会打开来玩。那我们现在这一格清空了，然后我们把猫草玩具放进去。
可是再次说回去，再看，说可是真的很想吃。我说的这个也跟以前一样，就是遇到猫草就会整只呛掉。嗯，哦，你一直在扭哎、欸，屁股抬超高哎、欸。对啊，屁股抬超高。我真跟以前一样哎、欸。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哦，掉下来了。哎，说可是你要笑，他很快跌倒了。哎呦，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拍屁屁。这个啦，来吸一口。然后还有一个收收，就是以前很喜欢看那个行车记录器哦，看他现在还会有没有喜欢。因为他刚刚在睡觉，然后我开了一个行车记录器的影片给他看，他现在很认真哎。马上转过来，他有在看吗？他很专心。有吗？有啊，我看那个车过去的那个。你还是喜欢看啊？之后常放给你看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很多年前也是他们两个生日的时候，然后做了一个避难所给他们。我们就纸箱上面挖一个洞，然后做小小的洞，只有他们两只可以躲进去的避难所。然后我们现在做这个，我主要是要给 Socus 玩。小花，等一下，你看他，小花，哇，小弟也出来，小弟你要玩了、哦，现在怎样？进去。你们还不是寿星呢，小弟，等一下就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会挖一个小小的洞，只有晚上跟 Socus 的身形可以进去的洞。好，来先画这个洞，不太大了。对啊，感觉。来到中间这个小圆。但是你有办法这样量吗？这样不行。这样进去吗？这么小哎、欸！我记得当年我们也是画了一两次，开洞他们才进去。这很小哎、欸！我看，试试看。我把边边弄，不要那么刺。里面要不要放个什么东西？软垫啊，玩具。我准备一个小垫子帮我先。Socus，要不要玩以前那个避难箱哦？这个小小的洞哦。等一下，阿门怎么在这？阿玛，你不行啦，这个连收可是都不知道可不可以了。嗯，阿玛，你不行。阿玛还在看，阿玛，你先不要啦，你不行啦，我卡住了，等一下，你不行啦，阿玛。你今天哪是他来的？阿玛，不想走。阿玛在这，然后瘦瘦在那边盯着他看。柚子进来了。柚子啊？哦，柚子进去了。怎么这边越来越多？阿玛走了。柚子先生。瘦瘦，我要进去看看。避难所里面有猫草。嗯，哦，进得去吗？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耶，哇，好像可以耶，哇，完全是刚好的 size。这个是你好棒、哦，这给你，我们把它盖起来。那、啊、我把那个。他喜欢的猫草棒给他，出来了，瞬间，超快！我量一下这个几公分，11公分而已耶，竟然可以，推荐给大家，给瘦猫的避难所。最喜欢抱抱，对不对？他现在蛮喜欢我抱他的，嗯，是不是？我都会这样抱他，然后吸他，带你去避难所。
来去瞬间消失。他在里面吸那个猫草棒，他没空理我啦。你又是口水，全部都口水。他在里面嗨啦，生日快乐哦，托克斯，14岁了哎，14岁已经要快要上高中了。我们来玩飞盘。会追耶，好可爱。那是刚刚避难所切下来的洞。像这样养很多猫的家里，一定是要用这样把它封住的。一定要。猫咪就是会把它弄乱七八糟。